融聚智慧，方能融创价值，融你我，融无限。江苏银行。冠名播出。奥仕德，做您身边的清新空气管家。大家好，我是熊小哥，您现在收看的是财新时间。细数中国几大领先的风险投资机构呢， IDG 资本一定是榜上有名。成立于1993年的 IDG 资本，原为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在中国设立的投资部门，后来呢成为独立运作的基金管理机构，投资项目包括腾讯、百度、搜狐、奇虎360等中国互联网巨头，目前已经投资的公司数量达到了500多家。而近期呢， IDG 资本又因为联合中国泛海控股集团全面收购 IDG 集团而广受关注。 IDG 资本的创始人现年61岁的熊小哥有着中国风投第一人之称，他曾经就读于湖南大学外文系以及中国社科院新闻系英语财经专业，后来赴美留学，1987年取得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呢，他曾经工作于美国卡纳斯出版公司，先后担任电子导报中国版的执行主编等职。1991年11月，熊小哥加入 IDG 集团，并在董事长赖戈文的支持下，于1993年回国，创立了太平洋风险技术基金，也就是现在的 IDG 资本，成为最早将西方风投模式引入中国的人。不久前，熊小哥在 IDG 资本北京总部接受了财新时间的专访，详细讲述了 IDG 资本联手泛海收购 IDG 集团的细节，回顾了 IDG 资本的发展历程，并分享了他对于90后创业与移动互联网风口的热点话题看法。那最近这段时间，关于 IDG 有一个一直很热的新闻，大家一直在追，相信您也知道我要问什么，就是我们这个 IDG 资本、IDG 集团，还有我们的这个泛海，这个《三国演义》的这样一个收购的过程，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还原一下这个过程，当时的初衷是什么样的 ？IDG 这个公司呢，是麦格文董事长在64年成立的，那么后来的发展呢，有出现了它底下有三个业务，一个叫 IDG。叫 IDC， 就市场研究公司、okay. 是64年成立的。然后呢有这个传媒的这个公司叫 IDG Communication， 是67年成立的。然后呢就是25年前我帮助麦先生成立的 IDG Ventures， 就是 IDG 的这个风险投资的业务。那就我特别想在中国呢做风险投资。因为我当学生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认识麦先生，所以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就参加了 IDG。他也非常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就跟他就这么做起来的，所以一共一做就是25年的时间。嗯哼。但是他过世完了以后的话呢，就他们家族就接管了这个公司，他开董事会。他们做了大概1年多的时候，就跟我谈了，他们是想把公司卖掉，把这个钱注入到这个基金会，用基金会来做一些慈善的那个承诺。就麦先生当年在2000年的时候给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个承诺，就是捐赠了3亿5000万美金嘛，做了一个麦格文脑科学研究院。对。然后呢剩下一部分当然就理财做投资做这个事，就找专业团队做。所以我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嗯。但是折腾来折腾去也跟他们找了几家公司，后来他们自己来选了这个高盛来做这个事，整体把它出售，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在旧金山开了一次会，就跟所有的这些投资合伙人就是通知了这个决定，后来大家说我们来配合吧。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想来参加这个并购这个事。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哪个是真正的 tipping point 让你觉得说决定这么做了？当时大概有30几家公司来参加这个竞标，正好那天这个高盛的这个亚太区的那个董事长，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到我们公司来说要跟我聊聊。来了以后呢，我就把这个事跟他说了一下，他就说我认为这个最好的这购买者就是你，他说那个你来买最好，因为你懂这个事儿。然后呢那个也对这个公司的感情他的这个感情都不说了，就是对公司的文化呀、团队啊，你又一直是跟这个一把手是吧在那边做，所以说呢他说
你是最理想的一个购买者，应该来做这个事儿。我说我没那么多钱，他说这个就我们来再想办法就好了。他说这个要做就不错，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跟我们几个团队的一商量，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马上就跟那个周全，我们两个人就，我们知道他开董事会了嘛，他们好像在他们开董事会的前一天。就飞到 Boston， 然后呢就跟他们谈说，我说我们要来参加这个，他们什么反应？竞标，当然他们有点吃惊，你知道吧，都没想到是吧，但是他就说，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很高兴你们来买，这公司也很熟悉，但是呢对于这个高盛也好，或者是他说我们这个基金会来讲，就是怎么卖个好价钱，对不对？对，这些都能理解。我说当然，但是呢我们离那个最后的截止啊，就是大家递交那个报价啊，那个标准大概只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大概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嘛，所以我们也就准备了一个。后来他们就说还有一个中国的竞标者，对，这就是我想问的。对对对，你们一开始是竞标嘛，后来就变成手拉手去做这个，因为那个做这个事情都是其实都是背靠背的嘛，你也不知道谁在参加，对吧？他们的竞价比我们高很多，所以说呢，那个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坐在一起来商量，是吧？你们跟泛海商量的这个过程，他们竞价那么高，你们这个沟通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后来我们这个沟通的话，就是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个公司的认识，是吧？说他们可能看重的是什么，说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说我们一直最看重的，我们也最懂的，也是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帮助 IDG 建立，就是个风险投资这个业务嘛。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我们最重要还是要拿下这个业务，他们就那个是以他们的为主的。所以后来的结果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这个财团里面是这样的，就是 IDG Inc 吧，就是包括 IDC 和 IDG Communication，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说泛海占90%。然后我们这个这些 partner， 我们个人以及这个其他的这些IDG Capital， 就是我们这个 IDG 资本，占10%。所以呢在这个呢我们是控股在这个 IDG Capital 这边，这个投资的一个业务这边，然后在那个 IDG Inc 这边的话是泛海控股，我们占10%。应该在想还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对 对, 对，其实就是通过这个的话呢，我们一个合理的价钱拿下了他们想要的，是吧？当然我们也是一个股东，协助他们在一些管理，那么在这个我们投资的话呢，他们是我们的一个 LP 之一，就是一个持有一些股份，是这样的。作为中国最早的风险投资机构， IDG 资本最初的发展并不平坦，成立以后长达7年的时间里， IDG 资本虽然投资不少项目，但是在投资收益上几乎可以说是颗粒无收。而之后呢，随着团队的壮大以及投资策略的改变， IDG 资本开始在互联网领域发力，众多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中曾经或者现在还占据着重要位置的企业背后，都能够看到 IDG 资本的身影。回忆起 IDG 资本一路走来的经历，熊小哥又会有着怎样的感悟呢？那 IDG 刚进来的时候，从无到有到今天，回顾整个这一路，如果让您总结一个觉得最有价值、最感触最深的经验教训，你觉得是什么？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人生呢，这个做投资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没有一定之规的。我觉得世界上有两个专业哈，在美国没有这个博士生的，一个呢是我们当记者没有博士生，还有一个呢做投资没有博士生。为什么呢？很多东西要靠你去摸索，然后呢去在某一个特定的市场进行一个探讨。所以说当然你可以说，如果我再回到过去的话，是不是还会这么走？我想可能还会这么走。就是您现在想回到过去，还是会当时的决定，还是会那么选择？还是会那么选择。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你在那个时候的话呢，首先一点来说，你有那么个梦想。我在做风投的时候呢， IDG 的总部除了麦先生以外，所有人都不理解不支持，但是麦先生给了我1000万美金。所以1000万美元怎么去做风投了，对不对？在今天想来，可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大一笔钱了，所以呢你就只能自己去学着做。我记得最开始我跟一个英国的那个很老牌的这个 VC 公司的头到中国来考察，他们原来跟麦先生在这个日本合作过，然后他就给我转了一圈，他就跟我说，他说 Hugo China's 10 year too early for VCs， 因为当时92年嘛，在中国的这个股市90年刚出来，他说这怎么退出啊，中国当时法人股不能转让，对吧，没法退出。那么要管理基金的话呢，你必须要有10年以上的经验，读过 top tier 那个 MBA 的 program，是吧？对呀、
那中国就从来没有这样的，我说这其实变成一个不可实现的一个使命似的。最后的结果董事会一致决定，所以看着也没有别的人能做，只有你能做，你去管吧，对吧？就这么起来的。但是我是做过记者，我采访过很多的这个 VC， 也采访过很多的创业者。像中国的话就说是没吃过猪肉，看到很多猪跑，猪跑，是吧？我不光是说没吃过猪肉，我连养猪都没养过，只看着猪在那乱跑的。所以说，那你就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那您一开始是不懂的吗？您觉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就是哪怕是给这个更年轻的投资人，就是有没有哪一天哪一件事情哪个 deal 是让您觉得原来是应该这样做，就开窍了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呢，这个我一直在想，我说我们能走到今天的话呢，因为只有两个字，就是 lucky， 就幸运。这么简单吗？非常简单。因为这个幸运的话就在哪呢？因为这个做风投这个事情也好，做杂志这个事情也好，在美国都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行业了，对吧？只是说呢，很幸运的话呢，是碰上了我，又碰上了中国这么一个市场，天时地利人和。哎，对，碰上了麦先生这个他能够愿意支持你，给你1000万美元让你去玩的人，对吧？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说我特别感激麦先生，是吧？他有那么多的一些那个耐心让你去犯错误，其实刚开始我们犯很多的错误，对吧？但是做投资的事情就是很难。当然我觉得你有的这个有一些很聪明的孩子可能一读完 NBA 一出来碰上这个时代，可是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92年哪有互联网啊，93年那时候刚开始。当时你知道中国最牛的公司是什么吗？是什么？外国公司，英特尔啊还是什么 Motorola。 哦，现在都已经对，都没了。因为那个时候回到中国，哇，用那个 BB 机，你知道吧？最开始还是那个数字显示的，最后才有汉显。然后呢，开始有个手机叫大哥大，那时候有个大哥大很牛啊。对，吃着饭往那一摆，就是比今天开身份的象征，不是比今天开这个什么大奔的牛，再往那一放。所以说，你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在那个时候的话。更多的人都在想啊、哦，你应该做地产，你应该做这个做那的，炒股票，那个中国就这么在发展起来的。所以我说，到了这个时候呢，就说不是说事务英雄睡使庶子成名啊，在那个时候确确实实说就是说一个拓荒者的时候呢，你也就摸着石头过河，你知道吧？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话呢，有人愿意跟你一块来摸就对了，对吧？但是还一个幸运的话呢，就是我也。通过这个过程中间，就是邀请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朋友和同事参与到我们中间来，所以我们一直还在共事，是吧？像周全跟我在一起，他93年就来了，是吧？很多年都在一起，所以说大家一起学习。讲到 IDG 发展到今天啊，你也回顾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过程。其实今天的这个创投圈非竞争很激烈，包括各种的资金、各种的 LP、各种的投资人。各种形式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您觉得 IDG 怎么突围，或者说怎么保持自己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做基金来讲的话呢，最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说你自己保持永远保持很好的一个竞争力，对吧？竞争力是什么？这个竞争力的话就是说你基金来讲，你的竞争力第一，你的融资能力，你能融到很多钱，谁愿意给你钱呢？投资人。这个投资人为什么给你钱呢？你有很好的团队，然后呢你的这些策略啊等等啊，人家放心嘛，是不是这样的？专业。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历史比较久的做的时间长的，我们最最值钱的资产是什么？不是说我过去投过百度和腾讯，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吃过别人更多的亏。因为我吃过比别人更多的亏的话呢，我在管新的这个投资人的钱的话呢，这个新的投资人呢，他可以避免少犯那个新的一些新手犯的那种低级错误，因为我已经犯过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就觉得更为靠谱一点而已，对吧？目前啊，中国互联网三巨头 BAT 中 ，IDG 资本通过投资占了两席。当年拿着改了6个版本、20多页商业计划书寻找投资人的马化腾，以及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在寒冬中进行 A 轮融资的李彦宏，他们获得 IDG 投资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对于熊小柯来说，相比回顾过去投资的成功经验，他更愿意以超越 BAT 为新的投资目标。
那么在他看来，未来新一代的互联网巨头又将诞生在哪个领域呢？有人说您在投资中有这个 BAT 情节，嗯哼，您觉得有吗？我当然有，我这 BAT 来讲代表着我们的过去，但是呢，我的 BAT 情节呢，在今天来讲的话呢，不管是 BAT 这些老大在不在场，我在这讲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超越 BAT。嗯哼，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商业上啊，尤其在这个技术的这个创新的这个产业里面，确确实各领风骚数十年。嗯，你很难保证一个公司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嗯。当然马云想要做成102年的一个公司是吧，对。那个柳传志他们那个联想控股上市，我也参加他们发布会，他说要做成个百年老店，当年是做了30多年。他要做成这个东西的话呢，他必须要形成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和一个、叫公司的文化也好，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才能保证你能够成为一个这个百年老店。嗯。我们也是这样，但是我也会退休的是吧，嗯。但是我们的像后面的合伙人他能不能保证这个公司还要继续传下去，嗯，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人说您错过了马云和刘强东，嗯哼，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会错过呢？你觉得？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说那个我认识马云其实非常晚，当然我们团队的人前面见过是吧？我认为这就是 life， 从来也没有什么后悔过的事情。确确实实是啊，因为我们做投资做那么早，嗯，为什么说落了马云的吧？对，所以我认为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败，是吧？但是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未来，是不是这个投资啊？别把它太当那么一回事，其实它就是一份工作。问题是你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喜欢这个工作？为什么我喜欢做记者，我喜欢做投资呢？我认为记者和投资呢，非常的像。像我们的记者每天一起来就想今天有什么样的新闻啊，嗯，说是不是跑去采的第一个把它写出来，第一个写成一个大家转播最多的是吧，嗯，同一个事情很多人都来写，你是不是第一个采访的，嗯，你就在追求这种东西。做投资也一样，每天你都是有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期待去做这个事。嗯，我不是经常说吗，我说我的第一职业是记者，嗯，第二职业才做投资。今天还是这样吗？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说你还是保持这种新鲜的啊，好奇心，还有就是说这个市场啊，技术啊，这个激动人心的事情啊，有什么东西需要更多人来分享啊，嗯，还有呢就是说哪一些这个创业者这个人是吧，嗯，他有些什么样的特质使得更成功者吧，他为什么成功的，失败者为什么失败的，嗯，所以呢记者的一个不同的话，他最多的一点就是记者是有最短的时间告诉最多的人，嗯，是不是这样子的，对。而投资者的话呢是找到了这个好的东西，只跟首先跟我的先跟合伙人一起分享，那做了决定投下去以后再说是吧，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把它当做一个 life 就是了，嗯。我的 BAT 情节就是什么呢，我就在想我们怎么能够投出比下 BAT 更牛的这么公司来，那么我要超越 BAT， 那么我们本身也要超越我们的自己，就是说哎我怎么漏了这样的公司对吧，那你反过来也在想哎 BAT 有哪些地方是不够完善的或者说需要改进的呢，这是机会。机会在哪，那就觉得我的工作更有兴趣嘛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就会设计不同的基金来解决这样的一些可能会出现比 BAT 更牛的这样的一些公司。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今天就是非常 exactly 的去指哪个行业会出现 BAT 可能很难，但是我们能不能做一个预言，就是预计，您觉得预计非常简单呀，嗯，这简单在什么地方呢， BAT 都很了不起，但是 BAT 的话呢，第一 BAT 的主要投资者是国外的，嗯，是不是这样子的，对，都在海外的这个股市上，嗯，第二一点 BAT 的这个主要的业务来自于国内，嗯，国际的非常少，嗯，第三 BAT 主要是 to C 给消费者的，是不是这样的，对，所以反过来讲我就讲未来能够出现超过他的这些公司，嗯，可能希望更多的投资是国内的，嗯，他的产品更国际化，嗯，卖到国外去，嗯，是吧，嗯，第三的话呢除了国内的 to C 的市场能做以外，能不能找一些更多的 to B 的，这个市场会更大，而且呢它可以更多的形成这个百年老店，嗯，举个例子来说像美国的 GE 是吧，嗯，像美国的 IBM，嗯，他们的主要的业务主要是 2B 的，同样很大的一个，是不是这样子，嗯，
以创意和激情著称的90后创业群体近年来被不少投资机构看好，而熊小哥和他的 IDG 资本也不例外。2014年的8月份 IDG 资本宣布投资1亿美元成立90后基金，用于支持90后的创业项目。目前呢，已经投资了包括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卡通形象设计程序联盟、人气茶饮品牌喜茶等等。在熊小哥看来，90后对于移动互联网技术更为敏感，在这一领域的创业也更容易获得成功。我们看这个 IDG 其实也在不断的开拓新的这个赛道，比如说成立这个90后基金、这个基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创立初衷，它选择标的的标准是什么样？其实就是针对这个跟互联网有关的这个创业者这个时代，因为每一个时代其实它有一个所谓的主导技术。对，这个主导技术的话呢，它就跟这个创业者的年龄有关系。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都知道乔布斯，也知道 Bill Gates， 他们都是50后。他们当时看中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时代是什么呢？是 PC， 是做个人电脑嘛。所以呢他们成功了。现在在美国的几个成功的公司啊，Google、 Facebook、这个两个兄弟呢，他们成功了是看中的是 PC 互联网的时代。当然现在是叫我们就叫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了。可是这两代创业人他的相对年龄就相当于我现在的90后。因为他是跟那个技术一起长大的，他就本身比较敏感，对吧？你说这个 Facebook 的 Mark， 对吧？他现在他的公司的宗旨是说我要连接全世界。他当年在读书的时候，在那个哈佛读书的时候，读大二的时候嘛，他哪想连接世界，他就想把那个哈佛那些漂亮妹妹们给联系到一起来，对不对？对，是这么来的。但是呢他因为进入了这个时代，他就比较敏感，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一代人这个90后呢，他就是说对这个移动互联网啊这种技术啊，它的发展啊，怎么用啊，它更敏感一些。所以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1亿美元的这样的基金，投那些早期的。所以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投过什么呢？目前最有名的像哔哩哔哩是吧？很好吗？对，是吧？还有这个喜茶是也是我们投的。对，也是我们投的，投的比较早。所以这样的一些东西代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一些消费的东西，或者说媒体的这些年轻人是比较容易能够在创业中间取得一些成功的，跟年龄有点关系。所以说不是说咱们就80后就不弄了，70后不弄了，这个刨除你什么时候想创业都行。对，当然我也经常跟别人开玩笑，我说我们这个 IDG 的这个基金呢，就一定大家都要保持一个90后的一个心态。为什么呢？我们就是90后，我们92年开始融资，93年开始投资，咱也是90后，是不是？说的有道理。是啊，所以说保持一个90后的心态来做咱们的这个 VC 或者我的 VC Plus 这样的业务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们 IDG 成长到今天这过程当中其实也有一些质疑，比如说大家觉得 IDG 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骨干投资人才的流失，或者说是缺少这种百亿美元的公司，您对于这样的质疑是一个什么态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就像说在中国过去有黄埔军校一说，对不对？我们 IDG 我们就是个黄埔军校嘛。但是说呢，你想要做得好的话，你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但是呢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做投资的就是一份工作。所以说呢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时代，就是你在一起合作的这些合伙人是不是心里很开心很高兴。所以在这点上呢，我觉得我挺受麦先生的启发的。我就问过麦先生，我说我是比较勤奋的一个人哈，但是麦先生比我勤奋多了。我老跟他开玩笑，我跟他开过一次玩笑，我说我要有你那么多钱我早就退休了，还那么玩命干干嘛。麦先生说，他说其实不然，他说那个，他说他母亲啊教给他一个事，他说人生中间就是三大乐趣。哪三大乐趣呢？第一，做这个你喜欢和有激情的事情。第二呢，跟你志同道合的一些合作伙伴在一起共事。第三个呢，就是说不断的去实现一个又一个的期待和梦想。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呢我们的合伙人他有其中的一些骨干也好，是什么也好，他发现了一些事情他更想在一起玩，可能他想跟原来的一些人在一起玩，玩的挺好的事情，我们也表示祝福。所以好几个我们的合伙人出去创业，我们
不仅是说支持他们去，我们还投了点钱在里面。在市场上见到的话也有竞争，这个竞争的话就是竞争谁更勤奋一点，对不对？谁得准备得更好一点。但是也我们在中间有很多的一些合作，其实还是挺好的。投资呢是个江湖，但是这个江湖上的话呢，还是说怎么样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态，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商誉，我觉得是最重要的。